Yoga for peace, Nadi Shuddhi. The word Nadi Shuddhi literally means cleansing the nadis. When we say nadis,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72,000, because these 72,000 are only a branch out of the two basic nadis, the Pingala and the Ida. 36,000 branching out from Pingala, 36,000 branching out from Ida. This is the energy physiology of a human being. When we say Nadi Shuddhi, we are talking about cleansing fundamentally the Pingala and Ida so that energy system will work in balance.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your breath and your mental structure. To bring balance to your thought is a very important step that you need to take if you want to bring balance to your activity, your emotion, and the results of your life and the impact that you have on other people's lives. 接下来要学习的练习叫清脉净化，请看示范。盘腿而坐，脊柱舒适挺直，闭上眼睛，左手舒适地放在两腿中央，手掌朝上。只用你的右手大拇指和无名指，折叠中指和食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伸直并拢。先用大拇指按住右鼻孔，通过左鼻孔吸气。完全吸满后，继续通过左鼻孔呼气。然后用无名指按住左鼻孔，通过右鼻孔吸气。完全吸满后，继续通过右鼻孔呼气。完全呼出后，堵住右鼻孔，通过左鼻孔吸、呼，再堵住左鼻孔，通过右鼻孔吸、呼，这样继续下去，注意力放在呼吸上。你做这个呼吸控制法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完全的吸，完全的呼，尽可能的缓慢轻柔。呼吸的时候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你可以记住永远都是呼气完再换鼻孔，也就是说你通过一个鼻孔吸气后再通过同一个鼻孔呼气。这个练习至少做四分钟。这里有几个常见的更正，不要把左手放在大腿上，左手应该舒适地放在两腿中央。再次强调，只用右手的大拇指和无名指，无名指和小拇指要伸直并拢，如果伸不直，尽量即可。折叠中指和食指。不要低头或把头扭向一边。有些人不自觉地会把头转向一边。头应该保持正直，这样有助于你的系统更快达到平衡。注意不要太用力地去按鼻孔，只需轻轻地按住膈中鼻软骨下方一毫米处，你就可以有效地阻止空气流通。呼吸不能太浅，也不要只是正常呼吸或屏住呼吸，应该完全地吸满，再完全地呼出。我们现在一起来做气脉净化。盘腿而坐，脊柱舒适挺直。如果你无法坐在地上，
可以坐在椅子上，交叉双脚。左手放松地放在两腿中间，手掌朝上，只用右手的大拇指和无名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伸直并拢，折叠中指和食指。闭上眼睛，先用大拇指按住右鼻孔，通过左鼻孔吸气，完全吸满后，继续通过左鼻孔呼气。然后用无名指按住左鼻孔，通过右鼻孔吸气，完全吸满后，继续通过右鼻孔呼气。完全呼出后，再按住右鼻孔，通过左鼻孔吸、呼，这样继续做下去，直到叫你停止，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呼吸要完全的吸，完全的呼，呼吸要尽量缓慢而轻柔。确保脊柱舒适挺直。头要保持正直。继续专注于呼吸。请通过左鼻孔呼气，停止练习，慢慢地睁开眼睛。